好的，各位欢迎回来。您现在收看的是由网易暴雪主办、牛 TV 全程直播为您直播的《炉石传说2016黄金超级联赛》夏季赛。您可以在斗鱼、熊猫、战旗、网易 CC、网易新闻客户端等各大平台收看全程直播。大家好，我是 Nami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德鲁尼。大家好，我是艾拉。那刚才的话是我们胜者组的一场比赛，那么最终一锦夜行是3-0轻松出线了。那么接下去的话是我们今天的第五场比赛，败者组的一个决赛了。那么将决出今天的最后一个16强的晋级名额。他们是同父的雷阿伦来对阵 OMG 的岁月。那么他们之间已经是有过一次交手了。是，就复仇之战，雷阿伦的中速煞复仇之战，要不我们就首发中速煞，起手留两个闪电风暴跟他打吧。对，我觉得这样的话就要完蛋了。那么双方是选择了搬了钻石加萨满，这次的话，雷阿伦换了一个策略，上次搬的是法师，这次终于搬了萨满。对，那么这边可能毫无疑问是搬了钻石。是的，那么就不知道双方怎么发了起手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双方的排兵布阵吧。我觉得雷阿伦的这个萨满肯定是个老大难问题，还是往后放一放吧。是的，他的德鲁伊我是非常看好的，他德鲁伊打快攻很厉害，感觉对，是打龙战应该也还可以。可以一战嘛，因为克孙德雷森每费的怪都很厉害。那可不可以先出德呢？可以是可以，可以一试吧。我觉得也可以先发法师，先发法师，法师也可以啊，因为他上一把就是法师打赢了龙战嘛，那再来一次。再来一次法师，就他法师赢了龙战之后就没赢过。好，那么起手是伏龙加巫师学徒，对面是硬币阿莱克斯，直接就是冲锋啊！法力伏龙上去就是被吃，是的。但你这个伏龙是肯定要上的，哇，还有刀啊！就前期肯定是会被龙战战场了。龙战是一个二费拍怪无敌的卡组，对，有谁打得过二费冲锋三三？对，就是三费是暴乱，四费四三六嘲讽，五费就已经打三了，哇！这个龙战士是有点糊了。那么除了三费没有暴乱来说，他已经是非常好了。这边还得卖一个三二，对方砍掉要卖，卖一个巫师学徒。是，这里只能上怪，然后被一刀，然后下个就只能卖苦痛失声，还是被一刀，两刀解决两个，两刀还被踢六血啊！关键是，对，最大的问题是，如果有暴乱就彻底崩了，没有暴乱还能抢救一下。对，很多时候三费下个暴乱，真的是没法玩的，就一下子就出了。有没有可能上个火妖？不可能，还是要上个苦痛失声去卖啊。就是你卖苦痛，过一张牌去卖火妖就没有翻盘希望了。是的，卖掉苦痛，过到奥大，下回合火妖奥大，火妖镜像也凑合。嗯，这边应该是会选择砍一刀，然后上一个，食尸鬼上不去，三费他没生物上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没东西可以上，那就砍了打脸挂机，挂机把下回合炸个甲。能不能奥蛋？奥蛋来了，奥蛋来了，奥蛋来了，火妖奥蛋战场，然后下回看宝典，好像能玩。哎，你别说这个火妖解不 了怎么办？对啊，火妖解不掉，龙战士突然就没有解场能力了。你说他上回合留刀用三二去解会不会更好？就我们上帝视角马后炮一下，就是刚才留刀，刚才留刀用三二去解一个苦痛失声，留卡对方费，然后留刀，也许是好的。对，这里食尸鬼加。化学运动多上两怪吧。是的，如果我们上帝视角，不是想的再多一点，好像是可以这么打，防一手，防一手火药吧。火药，对。这里还好，雷阿伦现在没有寒冰剑，火把加火冲，我觉得火把比寒冰剑还厉害。对，火把火冲完美，喷到了，到了点一下，对的，喷到一下就够，对方可以喷掉了，好了。这边黑衣腐蚀者，赶紧还一个。我觉得龙战难，因为这边尤格萨龙是。特别好打龙战的吧，十费特别厉害，对吧？对，龙战是这种卡组，如果被尤格萨龙清一波，就会出现卡叉什么的。是，哎，秘法宝典镜像可以，先秘法宝典。哎，火球镜像也可以啊。他原来火球镜像，如果是我想一下，我觉得可能火球好一点。对，火球吧，因为镜像等于说白送一个，白送一个镜像可能不太舍得。下回秘法宝典还可以去找一个两费的牌。对，火球。加火冲吧，火冲也可以，我觉得火冲也可以。火冲的话意义不大，因为火冲就打一，现在还是先开了吧，为下回合秘法宝典做一个准备。这边六六还是要上的。还有一种选择，可以三二三二一二三一二三，对，一二三好一点，一二三更强，但怕呼啦，他是知道对方有呼啦的，呼啦就崩，一二三的话，
那直接丢个六六，下回合怎么过墙呢？过不了墙，那只能一二三，一二三了，一二三了，一二三很厉害。他可以省一个一，没有必要吧？省一个、啊、就一定程度还是防一下呼啦。开宝箱，有没有寒冰剑？哇，岩爆，但没用。点脸，然后两个奥秘，点脸。要不点暴乱太莽了，只能还是点脸吧。这里下回合如果能把这波解干净，等到尤格萨隆上场的话，这局就有机会。这波解不干净，你能解只能点暴乱。要不就点那个三三三，不点了点暴乱，下回合奥冲点暴乱，然后挂蒸发，就是有点痛。嗯，我觉得这里的话还是点暴乱吧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是，你万一解不了暴乱，对，万一下回合你解不掉暴乱，你没有蓝龙，你解不掉，那就炸了。那现在阿伦是选择长痛，六六还是要上的。哎，他可能会蓝龙转甲吗？别吧，其实还有蓝龙六六，你只有六六是一个扛 AOE 的牌，你上其他的牌扛 AOE 扛不住，扛不住呼啦。就对方密码网点开的是很有可能有呼啦的，对、他选择的是上墙加点盾，点盾，这也可以防 AOE， 就多点了个盾，有呼啦吗？呼啦可以奥冲全解，蓝龙奥冲加一个火冲，有没有火寒冰剑？巫师学徒也上，不行不行，巫师学徒上的话什么都干不了，那还是上了，那卖了呀，卖了卖巫师学徒啊，一定要卖啊，卖给你了，好在有蓝龙啊，这没蓝龙。打不下去了、啊，是这个暴乱解不了。我在考虑下波岩爆结场，如果留给你一个巫师学徒的话，啊，黑翼腐蚀者 打了，黑翼腐蚀者打掉。化雪元龙加黑翼腐蚀者可以解掉碧蓝龙。对，然后三六吃掉，点个盾。不要怕呼啦吧？如果你怕呼啦吗？要么就全打脸不理巫师学徒。嗯，不敢。巫师学徒还是要解。巫师学徒肯定会解。全打脸的好处是可以上九九了。嗯。解这个还是要解，点盾，然后他选择拿三三来换，这样的话保一下呼啦，但这样给对方的威胁也少了，差不多了，下回合可以九九了，九九尤格萨隆来了呀，这么讲也有道理、啊。这边的话，尤格萨隆法术用的多不多啊？巫师学徒蒸发镜像，巫师学徒蒸发镜像吧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全卖了。先多下几个奥秘，先多下几个法术再说。准备尤格萨隆几个法术数过没有完啊？没数过，但是我八个左右，不多。秘法宝典加所有的全套，然后镜像火球术个十个，十个以内，十个，八到十九，那就组九或者十。这个不是哇，这个蒸发爽了，蒸发一个三六，但是这个鱼可以破镜像，他万万没想到右手第一张那条鱼破了镜像，先点盾再鱼。对，先点盾再鱼。先鱼的话，用鱼的英雄技能，鱼到什么猎人？哇，这个立功啊！猎人分流，人家分流不太好，是分流火冲吧？我觉得还不如点盾。我觉得火冲吧。我觉得真不如点个盾。那问题他已经下了，我觉得火冲好一点，因为分流的话自己死得快。曝光了，长远的发展。他拿了什么？我们先看一下他拿了什么。分流了，他有蓝龙，我觉得没必要分流。有没有蓝龙的话，分流倒是还可以。哇，这个蒸发，贼尴尬。哇，这个高攻的吃了蒸发，这个要打脸的，因为打脸才能上六九九还能过牌。我看一看他的血量，他当时分流也可以啊，这个血量是可以分的，这个血量分流也可以啊，二十三血的。来了，有个萨隆，上吧。走，可以动。走，你八个法术，我说八个还真。哦，这个九九没死，这个是已经回手了，看起来。哎，打自己。四咬还可以，好像是暗影布过了。哇啊！暗影布了这个一三，这个一三能动。啊？刮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刮了后面、那个九七肯定活了。冰锥冰完美啊！冰住了，冰住了，完美，下回能赢了。哇，这次要赢了，十八血啊！他要换射箭，射箭啊！他要换射箭，下回合岩爆，不够费，差一，对面分流就死。对，好强，没有尤格萨隆翻不了的盘，解不掉，双斩杀没用，分流就死。分流会不会分流？
他会不会算六？可能不敢。闯关有点高，但这边可以用火把砸掉你的六宫，然后七宫打脸射箭，什么你研爆还是会死啊？对，下位研爆就已经等死了。分流找什么呢？找到二三三冲锋，然后冲加宰杀，猛击加宰杀，这两个选择。岁月不知道对方有研爆，所以可能会选择对面长弓八射箭打二。我觉得他有可能上 Park 就过了。你看。长攻八射箭打二是十，对吧、嗯？你分流就是一个火球，哎、就很容易出问题。那上还是只能上 Park 过，对，死了，死了。双火球加射箭，必死无疑。这个尤格萨隆两个强啊！哇，没有尤格萨隆翻不了的盘。好，突然间龙战的一个大优势开局就被一个尤萨隆砸下去就崩了。龙战是这种就最怕尤格萨隆的，因为过盘能力就这样。嗯，他前期。特别的顺啊，这龙战对特别的厉害，还被刮就被冻住，就打脸打得不够坚决、嗯，也不能说不够啊，他是出于防求稳的考虑，没想到尤克萨龙这个防不胜防，是的，是。那这样的话，雷阿伦的法师先跑了，剩下一个德鲁伊和一个萨满，嗯，萨满对法师战士和动物园。那么雷阿伦的法师每次都可以先跑掉，就是他这盘应该是我觉得他会先上他的德鲁伊，因为德鲁伊防快攻好一点。对，最大的问题就是雷阿伦在一个很大的优势的情况下，这个中速煞，我们一看到中速煞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好像有点问题，没打就感觉对。如果雷阿伦德鲁伊跑掉二比零领先，我都觉得这个局面只能是五五开。就是他现在如果二比零，就这盘赢下来，都只能说是五五开的一个对抗。这个棋手已经换掉了，有激活，有激活有神像，其实但后面两张牌不太好啊、那两张看不见吧、作为一个德鲁伊，作为一个天选之人，基本上都靠右手，对吧？靠成长嘛，成长来一个，到时候克孙还是有用的。是，如果他这牌有滋养，也可以拿滋养跳分，因为手里大哥茫茫多。乌鸦神像找的牌的话，一般来说一选成长激活，二选横扫，三选根须愤怒。像星落这种牌也不错，没什么压力，上个一攻的根本不用管、最怕对面上个小鬼，你还是要乌鸦神像，那就乌鸦神像找成长乌鸦神像激活都可以，对，滋养也可以，现在滋养也可以，滋养的话下个可以激活用币滋养，就把费用跳得非常高了。嗯，哎，这里肯定是乌鸦神像，对，因为你这个怪打不掉啊，如果抽小鬼你就砸掉它算了。撕咬，这几个我觉得撕咬，撕咬吧，撕咬跟斧根，选想一下、啊，撕咬撕咬，斧根，斧根也可以，斧根的话就斧鬼，斧根那个小鬼首领，因为撕咬你还得过那个墙，斧根也可以啊，我觉得三费比较空嘛，四费他生物挺多的，也可以拿斧根，副作用有点大嘛，有可能会打动物园的话副作用没那么大，打别的副作用还就打到后期的时候是比较大的，前期没问题。好，那么动物园现在开始给压力了，那根须解了一个三攻的就可以了。有没有蓝猫根须、成长成长硬币根须，对，硬币根须恰乌哥是四费，可以四咬咬一下这个一三五费，好，四咬咬一三一点都不赚、啊、所以说我为什么就说拿四咬可能就是因为被一三挡住了，没有一三的话四咬挺好的，四幺幺一三，你这样想可以加点甲，对，对不对？解一个怪还能加三点甲，加点甲，然后不亏是吧？最起码，哎，成长，肯定要成长了，不理你了，成长了，变下锅可以螺丝了。哎呦，有一圣盾啊，这螺丝我感觉好有点悬啊。这螺丝没什么用啊，来个乌鸦神像是最好的，那个黑鸦人，黑暗鸦人，六五七嘲讽，对，黑暗，最好就是连抽两个乌鸦人，然后过渡一下，直接拍克孙，对吧？对。好吧，我觉得克苏恩还是没有尤格萨隆厉害。你看，你这回合如果手上把克苏恩换成尤格萨隆，这局就根本就不需要直接螺丝。对，直接螺丝打哪个？螺丝三五还是一？打三五二四都好。是，哎呀，最差的。和雷阿伦也竖了个大拇指，打得不错。这边肯定会被解，有历代叫嚣，历代叫嚣加起来是六攻给阿古斯就可以了。历代叫嚣加银色，加银色丝绸。那崩了，还是这场面就很难了。不见得，有横扫还有机会抢救一下嘛？抢救是可以抢救，但是难啊。
横扫掉二四，你看场官还可以接受。对，你觉得有没有可能刚才这波不解螺丝？我觉得不解螺丝也还也不错啊，留一手力带，这伤害就不解螺丝。你这个克孙是六六，别看了，他想先变脸，把这个三五咬了，然后下过再横扫，嗯，还可以啊，但下过那阿克斯俩。不过我只能说岁月这个位置摆的有点问题，因为阿克斯要加一圣盾，对吧？对啊，一圣盾是最优的，嗯，那么你这个位置是不是就有点尴尬？本来应该是架叫嚣和你可以把黑四三番，黑三番算了，防一手很少吧？阿克斯黑四三番吧？对，阿克斯黑三番，先看一下。是想买还是要卖？立蛋，立蛋，立蛋，架起来。他准备架个，还是要架圣盾？架还是要架圣盾？双横扫翻了，双横扫是真的翻了，双横扫可翻。除了双横扫，血法能不能翻？星落能不能翻？星落翻不动。星落变脸的话，场上留下两个两攻，还行，翻的可以。那乌鸦神像吧，先乌鸦神像。横扫的话留下太多了，是翻不动的。那横扫再接个愤怒，你看，或者接个根须。根须。星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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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星落留个横扫，有一定机会。变脸咬圣盾，星落，然后下回合，不行啊，有力带啊，直接有力带死了。刚好就差四啊，但是也只能拿星落，那没办法。我想当年都有收割机可赌，现在这种场面越来越反了，就没收割机。变脸星落，对啊，场控刚好四点，你八点选北区离得他死了。只能说这里双横扫可以翻，除了双横扫都翻不了了。双横扫估计也会被他魂火什么的砸死、嗯、还有个李奶奶，因为你九费没东西。好，那这样的话 OMG 的岁月是动物园跑了，那这样的话比分是赞成了1-1。嗯，那这样的话是棕树列德鲁伊对阵法师和龙战。嗯，火药法龙战还是上德吧，中树萨就放最后，那个萨满就别上了、嗯、我觉得上萨满就约等于认输半局啊、嗯、萨满打这三套牌就不需要起手双电疗，是萨满打这个火药法打龙战真的都好难打。可能你觉得萨满如果能走应该是从哪个里面走好简单一点的？从动物园从这个法师这边走吧，要不都挺难的。我觉得不太可能啊，怎么都感觉难走算了，那还是从龙战这里走吧。就赌一个龙战，龙战是有可能出现卡梅龙这种情况。因为火药法的话你中速萨不是慢嘛，那他一个呼啦随便找个直伤就把你打死了。是呼啦有个萨龙随便清你场随便打你。那么这边哎，没有龙，没有龙的情况，还有两抓可以抓龙。第一抓是吗？不是，不是。第二抓就特别重要了。小德这边也卡，双护卡。那裸上那个阿莱克斯塔萨勇士。哦，来了来了，这个冲锋不冲锋？太赚了，不赚，差不多吧，因为多抢点血嘛。对，抢三血，不亏，范达尔不亏来了。好，得三。如果对方上一个暴露狂战士的话，这边可能要硬币很少。怎么感觉这个打法特别亏？那还是要硬币，这个不能不管他。有没有成长？硬币很少吧？没有，少了。硬币很少吧？硬币入亏太堵了，对面斩杀什么的就疯了。暴乱是一张单刷卡，那这边库卡龙继续冲脸，再扫。有没有愤怒？有愤怒或者有愤怒血法，血法愤怒，血法愤怒更血法愤怒更需更好。对，乌鸦神像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下，我觉得。再扫二扫，哎，这个可以上陆亏吧？哦，这个可以上陆亏，陆亏刚好压制生成压制，可以上陆亏。我觉得留一手很少，血法很少。陆亏是严格意义上比塔斯丁狗还要嘲讽的。对啊，这可能是最嘲讽的生物了。解不解？不解，瞬间就。塔斯丁狗还可能就那么回事吧，也就是嘲讽啊，没他厉害。你、啊、这个怪你不理，分分钟就爆炸了。这里会交斩杀吗？会，我交的，我觉得可以交，因为你没有费用打斩杀，下回诺森德冲锋特别赚。是，斩。
血法很少不够费，那还只能上蓝龙。下回合先卖个蓝龙，然后血法很少翻盘，这样跳费吧，要不这样跳费的话蓝龙吧，蓝龙吧。这样跳费你准备下什么？你没东西下呀。这样跳费是呀、啊，是啊，你消费的跳费的目的在哪里？那这样在诺森德撞掉之后，可以那血法很少返场了呀，翻盘了，有机会是。带对方上九九，你怎么办？劝退龙啊，劝退龙，你劝退了呀？先上嘲讽护一轮，先上嘲讽护一轮。你方劝退龙，我方上个嘲讽。劝退龙来了，加一个吼爹。劝退龙，赶紧上！有没有斧根？嘲讽上压的。能拖到克苏恩上场吗？有点困难，因为下回合吼爹都要出来了。九九一踢，九九结场，吼爹踢脸，你没法解了。吼爹踢血法也可以啊，我觉得吼爹踢血法是不好一点，再一个十啊、也可以。对，吼爹踢血法，将军。两个大踢脸的话也行。踢脸的话就是血法没理的，有没有那么能翻的东西呢？踢血法吧，踢血法好一点吧，我觉得。我觉得踢血法好，因为下里还有三点冲锋，你任何一个怪踢上去都是死。他选的十四鬼加蓝龙，十四鬼加冲锋，小杂毛们先上。吼爹留着跟，就是那个化血为农来激怒。斩杀。有没有愤怒？有没有愤怒？愤怒加逃法还能翻，还能苟一下。成长。成长。苟不住了。那黑暗压人死了，过牌吧，这样过牌看有没有激活什么什么之类的一大堆东西。滋养找愤怒，愤怒掉。这小德还是太卡了，没有科技的小德就是一个非常一般的职业。滋养，如果这抽愤怒打出黑暗压人加愤怒，下回合再想办法过渡一下才有机会能翻，这里是根本就翻不了。我们可以看到岁月并没有选择场面上最强的直接冲吼爹，选择了场面上最稳的是吧？对，就上了两个小杂毛就、自然就赢了。从场面上看是没死的、下回合还可以下个克苏恩，结果吼爹冲出来直接GG。罗斯也GG了，罗斯也GG了，没事，我等不及了。莱伦也是直接投了，那这样的话，现在还有一套火药法，对，还有个火药法。哎，那我们看到莱伦的这个德鲁伊都顶不住快攻，我觉得有点难，他这几张牌是不是有点稍微有一点点防快攻性有点差？而他们这个组里头，无论是已经出现的夜行还是现在的岁月，都是带的全部都是全套快攻。感觉莱阿伦这边的话有点难了。嗯，是的。那么看起来 A 组就是一个快攻对慢速之间的较量，那么快攻卡组们都已经获得了胜利啊。嗯，其实在很多比赛里面都是快的比较好跑。嗯，是，尤其是包括像欧美选手，很多以前都非常喜欢用宇宙术、现在纷纷用起了动物园，就他们认知中认为宇宙术比动物园可能更难跑一点，更依赖杰克逊这张牌。是，所以说我们看到今天所有人带的术士都是动物园。那么火药法起手是不能，先手是不会留水元素的，所以说一定会全换。他这个手，他这个火药法算是最慢的火药法吧？怎么还有水元素啊？其他的人我应该感觉没有带的。嗯，但是这边俩人，我觉得这盘应该还好，挺糊的。乌鸦神像先来一个，直接硬币成长，然后下货上。同虚是，或者下过个乌鸦神像去找解来解你的牌。对，这里卖一个三二，先卖女巫。让我们来一场魔法。岁月的火药法接手牌也不错。嗯。乌鸦神像如果用掉的话，用了吧，别贪，还是要用啊，这个不能贪。对，因为一个奥冲你就死了。就直接去找啊，有找个愤怒，找根虚都可以。如果有成长就再打，哪怕是越火也凑合。那立个三二，好笑，那就不太好了。立个三二是不是太弱了？那还是要立三二去。丢一个吧，丢一个三二上去。
如何应对？那这边是巫师学徒奥旦，四发打两下，概率还是蛮高的，概率还是挺高的。哇，那就再上一个法强，打五发吧，对，打五发，五发应该是怎么也能打的，五发肯定打得中了。五发要想四发打到脸的话，这个概率还是比较低的。是的，让我们来一场魔法盛宴。四发打脸的概率是1/16，也就是说1/16的概率，这个萨尔会死。好的，1/16，哎呀，就差一点点。如果是四发，还真的打不死，只差50%好吗？是上卖个陆亏，亏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寒冰剑打死学徒寒冰剑崩了，没得打了，崩了崩了。我们这场比赛就证明了一件事，就可以打五太凶了吧？这个牌巫师学徒寒冰剑吧，还是有些笨重了呀。还是要科技，没科技就什么都玩不了。反正我更喜欢有导演的德，激活抽滋养抽滋养抽横扫，对。根须还行，滋养跳费打个根须，科技根须解个法强，解个法强，不解巫师学徒吧，差不了了，我感觉差不多了，法强也爆炸了。要不要就直接抽牌找横扫？我觉得抽牌找横扫才是唯一的翻盘点，你说对不对？对面下锅下个蓝龙，你同须吧，我觉得要不卖同须也可以，对方法术看上去没了，差不多了。好，也有道理，下锅可以上黑暗压人呀。这样的话有点过于毒了，那这边苦痛四声点自己一下没费了，苦痛四声点自己一下可以啊，那就没费了，就这个二四怎么办呢？二四不管了，陆亏也不管，不不，这个不是陆亏，这个是啊，不，这个同虚也不管，是不是也？哦，那要不你要管的话，就苦痛四声点同虚，苦痛四声点同虚是不是好？对，苦痛四声点同虚可能更显得更加稳重一点，稳健一点，因为布莱恩同虚也是有可能。不然有同学有什么可以逆天的呢？没什么呀，就是多加点克孙的 buff。是啊，没什么问题啊。你又不能双击活跳克孙，要不然上个镜像抡脸了。镜还是怕血法很少，就是怕血法很少。我觉得这可以考虑考虑，就直接镜像抡脸。还选择了过牌，点一下。对，可以啊，真的可以。这同学可以不管，就你随便你成长，随便。血法愤怒，那还是上墙然后解一个吧。其实这么来看，我觉得上回合甚至滋养开三张找横扫才是唯一的出路。这样的话，这样的话比较保守嘛。对，正常打就这样打。呼啦，没有没用。继续点苦痛。先点苦痛，然后再他决定点啊，他决定点同学，然后上一个水元素，有点喘息的机会啊，有机会啊。那么滋养愤怒。能不能抽横扫啊？我记得他蓝龙愤怒吧，蓝龙愤怒吧，蓝龙。其实还有一种是，已经没必要跳费了，愤怒蓝龙愤怒打了吧，然后解掉普通四声，是得到了一些喘息的机会。两个克苏，喘息的机会是得到，但怎么赢呢？普通不解吗？他那这样的话可以过牌。呼啦，呼啦，呼啦了呀，呼啦水就吃掉了。那么这边直接上两个蓝猫全解了。总的来说我觉得德还是难翻，因为对方很有，你没奶，没奶是硬伤，没奶的话可以用乌鸦神像去找233233激活变脸，脸是要变的，但我觉得激活可以省，因为下回有血法不上了是吧？对，因为有滋养，乌鸦神像它只有一个了，现在对方有16血，现在24血，你克苏恩上来也打不死，血法双火把打脸，哎，克苏恩可以叫杀呀，我克苏恩上去，下回合一脚踢死你，对吧？但是血法双火把你就没血了。哇，这里伤害好高。血法还有奥弹，血法奥弹加一个镜像火把，不，火把火冲应该是，他会尽可能多打一点吧。嗯，下回合的话就要损肝爆炸了，打死了。再摸两张牌，这个是真的要死了。点一下，还有五血，好难。感觉已经走远，上个墙，变个脸。血法都不解嘛，血法不解也不行，咬了血法还是死，对，怎么都是死，那就抽牌，抽牌吧，抽牌，抽乌鸦神像找一个甲可以，抽牌吧，抽牌找八甲，这是你唯一看到的方向，对，现在因为没有回满了，所以说只能啊，这已经死了，打出这个就死了，啊，死了吗？没死吧？死了，六血，六血没死。没死啊，没死没事，差一血，对啊，没死啊，还能变脸加一，差一血，差一血，还好还好还好，哦，那死了死了，
周公了。有乌鸦神像吗？没有，他赢也是苟活啊，就是很难翻盘了，就是对翻不了。我们火妖，火妖，镜下这怎么都是怎么都死了。那么恭喜一下 OMG 的岁月晋级，晋级到十六强。是，那么看起来今天我们晋级的选手都是使用的快攻，对，就是变速煞、火妖法、动员加一个战士，嗯，一边是龙战，一边的战士是被搬，最慢也是龙战了，对，那龙战其实也很快，好像就这四个职业哦，没有其他的职业了，嗯。好的，再次恭喜一下岁月。那么稍后的话，我们会对他进行一个采访，也是可以问一下，他带着一些水元素的一个看法。嗯、那我们也是稍休息。好，这边先看一下小组的分组情况。那么这里 A 组的话，我们看到是一锦夜行和 OMG 的岁月已经出现了，进入到十六强，被淘汰。同服的雷阿伦要去，应该是打一个资格赛的样子。是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稍后的话会带来岁月的一个采访，我们稍休息，马上回来。好的，各位欢迎来到采访间。这边的话，我们是恭喜一下岁月进入到了十六强，恭喜你啊、哦！谢谢。嗯，那这边的话，来跟我们说一下这次来比赛的一个感觉吧。嗯，我因为郑州站回来，其实没有给太多时间准备卡组，嗯、我就直接选了四套毒瘤，就打算冲冲看。嗯，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A 组的话，基本上全部都是毒瘤，然后有几个慢速的就直接被你
对，谢谢雷阿伦抬我一手。然后的话，两次是两次遇到他两次，然后两次都把他打败了，对吧？因为卡祖比较克制一点。嗯，是的，有什么想对他说的？实在不好意思，真的不好意思。是，好的，那我看到你的这个火药法也是和别人的稍稍有一点点不一样，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对，我带血元素主要是为了打萨满，因为萨满被动了脸以后基本上就没有威胁了。然后是的，就是苦痛就是快一点，之前 Hot Form 也有带过，就是稍微快一点的版本。那感觉自己这次发挥怎么样？还行吧，之前火药法打错了，当时有点上头，有点郁闷。但是后来还是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态，对不对？好的，那么也是预测一下自己之后的比赛吧。我肯定预测自己夺冠呀，基本夺冠，还是比较自信的。是，好的，那我们这边的话采访也是告一段落，那明天的话我们会继续带来小组赛 B 组的比赛，我们也是明天6点再见啦，拜拜，再见。